电影版《想见你》将于12月30号全台上映，将延续影集版的剧情，加上全新故事，也预告将于12月23号至25号举行全球独家演员先行场。今天官方再度释出最新2分钟预告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是陈韵如，真的很像哎。你真的不知道事情的经过吗？7月10号的意外，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吗？我是黄宇轩，来自未来3年以后的黄宇轩。这一卷就是让你回到过去的录音带。预告片中时序交错，气氛悬疑，仿佛柯佳嬿、许光汉的多重宇宙，两人各分饰两角，来回穿梭时空，以不同身份角色相互对戏，演技爆棚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。我从来都没有放下过他。而柯佳嬿穿着一袭白色婚纱的片段也让网友惊呼，要结婚的是黄宇轩还是陈韵如？新郎是莫俊杰还是李子维？女主角柯佳嬿也分享心得，电影新时空里圆满了一些影集版的遗憾，但谁知道会不会有新的遗憾呢？而许光汉饰演的李子维和王全胜在预告片中同框，也让网友猜不透剧情发展。许光汉也透露，电影版庞大的资讯量需要观众非常专注理解，他也邀请影迷在寒冷的跨年期间一起进戏院烧脑吧。